谢大家的关注。是的，明年1月29号我要结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是的，明年1月29号我要结婚了。是记者告诉我说你女儿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说你有毛病啊，刚结完而已啦。他说不是，是 Sandy。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晴天霹雳。我有两个那个装潢的案子要丢给他，到现在还没有帮我弄，因为他 case 满档，林北代级没有好，你就想要处理我女儿啊？我是昨天看到媒体的报道，才知道1月29这件事到底真相是如何，我们一起看下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是的，明年1月29号我要结婚了。是记者告诉我说你女儿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说你有毛病啊，刚结完而已啦。他说不是，是 Sandy。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晴天霹雳，差一点整个人变晴天霹雳布袋戏。什么？我跟你们一样是才刚刚知道的。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，然后他也蛮善良的，而且他话不多，这个是我一直非常乐见在我生活当中可以遇到的一种男人。对，话比较多，然后长得高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基因啦，高高帅帅，还OK 这样子。高高帅帅，他根本就是韩剧里面才会出现的人物嘛。对啊，还好啊，我也真的蛮帅的。然后最重要就是说很孝顺，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也是基督徒，然后事业非常的认真。对，我有两个那个装潢的案子要丢给他，到现在还没有帮我弄，因为他 case 满档，林北代级没有好，你就想要处理我女儿啊？对，他是做室内设计的，室内设计师。然后对，就是因为认识蛮久的时间了，所以爸爸有一些 case 什么的，然后就会交代给他这样子。对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一定要跟他说，绝对没有，我是事业心很重的人，没有，我很 enjoy， 我没有要隐退，对，我非常的 enjoy 我的工作，然后目前也为至少到2022年的年的那个计划都已经排完，这不可能要隐退的。原因就是需要隔离20几天，所以这个是我正在考量。那后面会不会有变化？会，因为接着下来可能微解封的话，口罩搞不好就可能那个说暂时还不会，但是马上也就会进入到确诊的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好。地球不会永远这样的，有一天一定可以更好。我要说声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I love you too. I love you three. I love you forever.